哟，大家好，欢迎又回到来这一期的改装视频。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那个我的 Meter Cover 爆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现在我已经搞定了，就是抹完了，然后弄到下面全部都是沙，而且这个也是我坏了的那个沙漏，这就是我旧的沙漏已经爆成这样了，已经爆了一半了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新的沙龙，等一下要装进去的，它是 fiber 来的，现在已经安装完的啦。这个就是它的沙龙样子，真的是不简单哦。这个就是安装整个 meter cover 的 process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。